看到大家安尼做趣味啦，很有创意吼，感觉婚姻真有希望吼。看大家伫这个社区内底诶，这个活动甲运作吼，啊，有真侪进步甲发展啦吼。文化部伫今年啊，伫婚姻这部分呢，啊，互婚姻管理处千几万的这个社区运作顶端的经费吼。啊，今仔日就是看到这个成果展吼，嘛，我讲做文化部和地方的这个资源的这个经费吼，非常有价值。咱拢知影讲做社区吼，啊，老伙仔、老的厝的吼，总是爱有一挂意念啦吼。啊，第二是其实老伙仔的都有足济进前的这个知识吼，也是文化在内底吼，啊，这拢是跟少年人吼。唔捌啊，而且想要捌的物件。这档的这个主题呢，是咱伫巷仔内，巷仔内到底会发生什款的代志？今仔日特别点出来，吼，大家看得到吼。巷仔内的气氛，巷仔内的文化，巷仔内发生最多咱生活的故事呢，啊，都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紧密的结合。这嘛是咱台湾社会吼上温暖。充满人性的一面，对不对？我们非常感谢文化部在20年来对社区营造这个摊位的推动。咱婚姻馆在社区营造这个摊位顶头，嘛有真好的成绩。20年来，我们所辅导啊这个社区呢，将近的200，将近的200，这是全台湾会使讲吼密度最高的一个县市的地方。啊，想嘛，咱有法度通发挥这样大的力量啦吼，创造这样好的成绩，真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咱社区的这后人啦吼，这志工都有法度通以身作则。带动咱社区的乡亲，大家愿意站出来，共同来投入社区环境的一个精力啦。唔盲讲咱的砖头有法度安尼较清气秀，搁来进一步来美化，不但是美化，进一步咧会当来发掘咱家己砖头的一寡文化，啊，提进一寡就艺术吼，那技巧和咱的产业能够相结合，让社区营造的工作。能够有序的发展，到今天可以说是遍地开花。今天来搞几亩地，拿帮黄砖头来做伊，哇哈哈哈哈哈！对我老夫来看伊。哎呦，夭寿啊！阿太这边来啊，阿太去搞搞贵的啦。那我后壁刚菜贵哦，现在多。啊，派定时啊，咱就来放只菜粿，来煮只菜粿面，大家撮撮来吃，恁拢好无？啊哈！我后生回来啦，叫我去大厨房做好啦，我这是无爱去大厨，所以咱床脚靠近前边。